现在来到了我们住的沙滩这边，这是离我们住的最近的沙滩。这里有好多尺的一条街，哦，面朝大海。这里就像甲米了，像不像？这里就像甲米。你要，你看你要吃哪一家咯？这家也可以，还是要去吃那家？很像甲米。哦，面朝大。这条街很多吃的，先兜一圈，然后看一下吃什么。哎，我们那样吃也可以啊，坐在那种上面。嗯。只要不下雨就行。你看那个鱼，鱼啊，嗯，中国呀，哦，那个，哎，搿是保护动物呢，快，嗯，搿都是保护动物，嗯，塔过，就塔过呀，嗯，那老外吃的便宜，不要满的，我觉得就好吃。那等下去吃那个了，新鲜呀，嗯，面朝大海，好呀，哪一家？那家人多的就是门口有那个保护动物那家，是吗？不懂，好的，就是那家了。是因为门口放着那些吗？这里是酒店，民宿酒店。啊，我们先来一下好。嗯，这个沙滩比较安静，没有巴东那么热闹。这里还有这种尖头发按摩。找地方吃饭去。在这边等位置，要等十分钟左右。OK 啊，个图 OK 啊，来。马来了，在海边骑马。我们坐下来吃饭了。等了十几分钟，这家店全满了。这是他的菜单，这个是 special 的 menu， 这个好多没见过的，比较特别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比较常见的。点完了，点了一共七个菜。这里好热闹，面朝大海。哇，这是我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 Coco 的，然后那个是泰式。你敢吃？有的人在拎进去，再拎出来。这是泰式春卷，长得很像越南春卷。对啊。不热，热啊，侬再热啊。再热啊。姜肯定热的呀，你不要去摘姜呀。跟像薯片一样嘛，不知道啥东西。啊，这个好好喝，竹子的，这个。便宜的多的，对不对？便宜的多的。这个是素的吧？有鱼吧？有虾的，有虾的吧？虾，有货吧？没货，有货呀，根本是货嘛。我刚刚就吃了韭菜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对，阿杰，那可以，拿好，拿好，拿这里。拿炒啥菜来？鸡腿。吃吧。还有那个炸春卷，是八家。这个拿点，这个吃点。这是炸春卷。刚刚那两个酱好辣。是的，炸春卷。有辣子味，哦，有点点辣。炸的好吃，还能苦菜。嗯。
炸的好吃。那应该就像人发狗啊，往别人发狗的东西，那叫被弄了。可多好吃。炸的这个好好吃。也有这么不是炸的。这块炸的好吃。炸的好吃的。上个礼拜到老婆吃好像。人炸的好吃。好吃吗？OK 啊，不错。炸的好吃。看。冬阴汤来了。哇，冬阴功。那个是蟹肉炒蛋。我们的炸苏冬来了，炸鱿鱼配大蒜，然后那个是蟹肉螃蟹，蟹肉蛋，有蟹肉吧？吃不吃？吃不吃？蟹肉棒啊！一个是蟹肉，还有一个蟹肉棒啊！这个蟹肉因为吃不吃？楼下有没有蟹肉的？在那个对面的，有蟹肉的吗？点的是最贵的那个蟹肉的，就是那个什么大葱煎蛋呢？就是大的。那没有蟹肉啊？没有蟹肉要跟他讲，因为有很多种的，我点的是蟹肉的。不是，就是他那个蟹肉炒蛋里面没有蟹肉。那里的。喂。喂。有吗？没有看到哈。No。没有啊，喂。哦，那个啊，你说呢 ？Excuse me, so sorry, 呢？这是 egg. Okay, check look. Yeah, yeah, yeah. Only the egg. 试下它的炸苏冬。还来一块？还来一块吧了。辣吗？那个酱辣的。少少辣了，就是甜酸甜辣了。小菜粉，弄个味吧。这个是红咖喱，它的招牌菜红咖喱。这个应该很下饭。我们的菜应该上齐了。我以为是土豆，结果是菠萝，哎，它是菠萝配鸡肉，下饭。一点点辣，你吃这块，一点点辣。我们像你像个女儿，不要吃个烫。一点点辣，侬不要吃到个辣椒根跟吃不到的东西。老板，买好了。你像是咕噜。看有没有北京烤鸭买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吃了1810泰铢。吃完了，现在出发去这里的周末夜市——纳卡夜市。哇，海浪好大呀！我们到了周末夜市了，这边进去逛一下，开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这边，这个离海滩那边有点远。这里就是周末夜市，很大，肉眼都看到很大。这里旁边这边都是，你看，这里旁边这边全都是，而且它不怕淋雨的，有盆盆的。它这个只有周末开，平时不开的。看一下，逛一下，这个里面也很大，100泰铢，200泰铢，
衣服都很便宜，个450。哪里绑头发？买十送一，四个100。哪样多啊这？我妈买了个这个双肩包，350泰铢。它标价是480泰铢。真的哦。下面再看一下。卖完买了。太重。哎，怎么啦？妈妈，我没有那两个。没有，那个你不买玩具。没有那两个玩具，你可以帮我拍一下吗？哦，好的，我帮你去拍一下。那可以给，哎，可以啊，那可以。好的。这个是打泰拳的。比赛，我赛啥 ？XL or L or？ M。M。没，这个。M。M 太多啦。1LXL 啦，泰拳裤，它卖多少钱？800。好。不要，你不能先讲要的，你要先还价的。那种绑头发的。这不是绑头发，这是我鞋子上的。你要吗？可以。20泰铢，那么多哦。那你选了。这些是那个洞洞鞋的配件，我刚刚买了一大包，回去换我洞洞鞋上的东西。这里比较像那种批发市场。买了，你要买就买啊。它还有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个带不上飞机，那个可以。哪个？对啊，这个可以。可以。哎，搿围裙啊，围裙可以呀，那个带不上，这个。我发现有三把刀了，干妹。那个带不上飞机了，不用看了。这个夜市，很像那种。市场。能打个都超薄围棋啊，可以了。好，180。买了这个180泰铢的包。那个两只包够了，那小包嘛放在里向。就都是卖这些小东西的。什么？你不要弄不见了，姐姐。你戴在脚上啊，漂亮吗？这是我买了，我放在我洞洞鞋上的。你怎么戴在脚上了呀？漂亮。这个好大呀，那边前面还有。这里袜子，1双20，6双100。这里比较好买东西，因为价格很便宜。衣服什么的都是很便宜。60、100，2件100，1件60，跟1件60，2件100呢，跟农村尾气出去吧。那好，这人家屁鸡呀，那里啊，里下吹。哇，这个地方太大了，毛喜都走了，毛喜都给他走过去走掉了。鞋子，这地方感觉可以逛一整天啊，一个晚上根本逛不完，太多东西了，什么都有。带着嘞。对，有卖大麻的，卖衣服的这边逛出来，这边就是很大的吃的东西。我们去看一下吃的。我们从卖衣服的这边走出来了，外面就全是吃的，糖果，这是布朗尼，这是香薰吧？对，香薰，大麻。
哦，可以，我们去找冰淇淋，天气热了，想吃冰淇淋了。哎，隔壁你呢？那要打下来。这个是卖那些泰国的特产的。刚刚买了这个青草膏，涂那个蚊子咬的。这些全部都是泰国当地特产，这里买很便宜，三个青草膏130。逛完这边就去逛吃的了。这里太大了，不过停车场也很多车位，不用怕没有车位。这边是坐着吃东西的，前面就是进去就是吃的了，全部是吃的。这里从这边到这里很大的，拍不出来，但是全部走高铁全部都是拉卡马铁，全部都是吃的。多少吗？20。这么搁就是底下呀，搁在底下里向就是底下。我也要算称你要两个。小金腰。你要原味的是吗？原味的。小金腰一个是吧？要吗？一个。那你要什么味道？有好多味道。有那个。哪个是原味的？咸蛋黄是吗？这是原味的。哪个？这个。是肉松吧？原味就是肉松。啊。那个 pancake。哎呀，两碗呀。哦，本地人在这里吃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20株。芦荟。能有吃吧？芦荟。芦荟能有吧？这是芦荟汁。好吃吧？芦荟。好喝的，不错，芦荟也甜，然后又果肉松，芦荟，不甜，不甜的。你要巧克力的还是要什么？我就不想吃的吗？太多吃的了，然后给你们看乔治现在在吃什么。是不是你要的呀？这个？你看那个烤鱼7块钱，是你要的啊？拍一下，开心死！他没有榴莲，这是章鱼脚，25泰铢，烤鱼70-90，最便宜的是60。章鱼脚好大呀，才25，好吃没？好吃，这个芦荟的好喝，喝完了已经。这个跟那天青蛙夜市一样看到的，好吃的这个椰子的糕，这里都是大麻，大麻。料，这个是椰子汁椰浆，30。哦，椰子冰沙，这是橘子汁呀，好神奇啊！它是橘子汁，橘子。看一下前面还有什么，还有好多没开呢，因为它周末开，可能有人周末有事情。哦，这个是经常看到的，你选自己要的小料，然后跟泡面煮在一起。一直有看到他们本地人吃，哇，太多吃的了！我这个还是第一排哦，后面还有好多排。泰国也是到处甘蔗汁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干啥吗？我没听清楚，大包装的 fresh 龙虾，牛油果啊，喜欢的牛油果。40，我买一个我最爱的牛油果，这个牛油果奶茶，哇，40泰铢。这个是炸鱼丸，不是鱼丸，鱼滑。这个就是炸的。
小肉串串，哦，扇贝，龙虾，芝士焗龙虾，扇子，丝瓜精，丝瓜精五块，拿来洗碗什么的。好多鱼丸呀，这个又是蒸的鱼丸，刚刚是炸的。这是烤蛋。哇，这个看着有没有很有食欲？肉，猪肉、牛肉，哦，我最爱呀！如果很饿的话，我看到这个肯定吃不消，一定要买。现在因为吃饱了，所以还能忍住。我喝我的牛油果，牛油果也好喝，40泰铢啊！马来西亚，我上次买了一杯14马币。这是肉肉，全都是肉肉，各种各样的肉肉。这是鱼干，小鱼条。这里位置也很多，坐着吃的不用担心没地方坐，买完了找个位置坐就行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拌凉菜，泰国色啦。哦，柚子色啦，是柚子。这里又有鱼丸了，大中小三个 size 的，烤的这个是，我已经看到蒸的、炸的、烤的鱼丸全都有了。泰国的珍珠奶茶，它用的这些原材料。我这一杯普通的，普通的是哪一个？普通的是哪一个？普通的是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出自哪里的呀？走喽，吃完、喝完、买完回去。这是我们的战利品，这个后面车挂的满满的，全部都是我的牛油果。走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买个罐头，喂个小猫。哎，我们现在在机场了，这脱水，这个泼水节的水枪还要单独托运回去，你看，你看别人水枪还要单独托运，看到吗？150吧，这个水枪才300，还要150买这个，然后还要托运，有可能他是7000买的，在那个巴东里面。我们回去了，我们的水枪也带回去了。不能出来，哎，我们水枪也带着了，去买杯咖啡，然后等一下进去了。我妈妈直接回上海，然后我们回吉隆坡。啊，你回来了，我们买点星巴克。泼水节结束了，全部人都是回去了。这个是普吉岛机场，这边有王权的提货的，然后有退税的，然后还有免税店可以买东西。妈妈那个，他这里机场买的东西还挺多的。W 是什么样的？这样的。对呀，它的 W 是个皇冠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它这里还有卖燕窝呢，燕窝中国不是不能入境的吗？中国不是不能入境吗？不是讲燕窝不好入境的吗？那么你搿搭买了，侬总归好带回去了咯。所以搿里面的收出来叫收款。侬搿搭免税店买了呀，侬勿当开呀？Okay. 这个一盒是14000泰铢，14000泰铢的话差不多1600马币吧，一盒还蛮多的，看上去。还有雪燕，在机场购物完了，然后买了点东西，然后现在要准备登机了。我跟我妈的时间差不多，我们是12:30登机，我妈是1点登机。然后 Subway 也买好了，带着了，一人一个带着，然后带着乔治要去登机啦。登机啦，我把我妈妈送走了，现在我们登机了，然后我不知道爸爸去哪里了。我们都登机了，飞机上了，准备回去了。